焦点视频资深道佛的时间荧光幕，我哋见到素渊老师喺度。Hello， 大家好。嗱，老师啊，今集咧，哇，一定要讲一讲啊吓。嗱，喺焦点视频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每年咧都会有一啲嘅预测啊，或者预言啦吓，咁就喂，例如未来会点样，下年会点样。咁啊，認真講嘅，我比較咧少聽有咧，就係話有一啲嘅高僧啊，或者一啲嘅僧人嘅預言咧，就特別重要喺泰國添。咁咧就話喂，未來個世界會點係嘛？因為你成日都聽到嘅就係例如咩盲眼龍婆啊，係嘛？咩日本啊，咩預知夢啊嗰啲嘅講法啫嘛。係嘛？又或者印度神童咁樣啊？台灣有好多啦。係啊，台灣都有啦。咁但我就比較少留意到啦。咁所以今集咧就要請教一下你。咁啊，如我之前咧就睇過有一條片咧，就原來咧喺呢個泰國咧就有一個最近呢幾年咧就係好紅嘅一個高僧。係。咁原來佢有一個預言喎，佢就話咧嚟緊2030年啊。泰國的曼谷咧，將會有一個驚人的天災，影響相當之大，就是一個嘅大水災。所以今集咧，我就即係一定要請教你啦。咁嗰條片啊，我亦都即係掉俾你睇下啦。咁樣原來咧有一啲嘅資訊咧，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喎，老師。好啊。焦點視頻開台咧，已經踏入第五年啦，非常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我哋將會喺8月3日舉行5周年嘅網聚，成個活動咧，我哋會邀請好多位嘅開運專家、名人嘉賓同埋主播出席，同大家一齊玩遊戲、打合照同埋食晚餐嘅。嗱，詳情如下，日期係2024年嘅8月3日，星期六嚟噶，時間係晚上6至9:30，地點咧就係西九龍中心嘅7樓，而費用咧我哋分兩個，一個係398元基本，同埋688元禮遇。嗱，禮遇級別咧可以確保入席咧一定係坐得比較前嘅位置，同埋會得到活動福袋一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焦點視頻搞活動最中意就係人人袋嘢走，年頭開運 show 已經派咗超過100份禮物啦，今次台慶抽獎更加預咗超過200份嘅禮物同埋現金獎送出去，保證人人又食又拎啊！記得掃右上角二維碼，立即了解同埋報名參加啦，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咁其實咧，呢個高僧咧叫龍坡曼克士啦，啊呢個係佢即係正式嘅泰文名嚟嘅，係。咁但係我哋東南地區咧就為咗改，為佢咧改咗一個好犀利，大家一定會記得嘅名字，就是、叫龍坡濟公。咁啊，即係佢其實咧就係點解會我哋東南亞地區咧會叫咗佢呢個名咧，就因為佢個外形啊佢個。即係行為舉止都好似我哋中國咧嗰個濟公咁，所以東南亞地區咧改咗呢個咧就叫龍坡濟公，其實佢叫龍坡曼克士啦。咁我哋呢度都有尊神像啊，咁、那、啊個外形我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其實咧，佢而家喺泰國咧非常，即係我介紹下呢個高僧，非常之火紅啊！即係好犀利，佢係呢近幾年咧冒起嘅，即係所以當然啦，佢已經係80歲嘅高僧嚟。咁佢做僧人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一路都係即係10幾歲就已經成為僧人。咁但係咧，佢呢幾年咧，哇好多東南亞嘅即係善信去追捧佢嘅聖物。咁啊，佢個聖物咧個價錢咧本身咧先幾年咧係好唔貴嘅，好平嘅啫嚇。咁幾百蚊咧，可能即係幾百蚊嘅事，幾百匹嘅事可以有交易。咁啊，大家咧就升價咗好多。咁啊，因為佢近年就好火紅啦，咁啊好多訪問出咗啊，好多事蹟啦，咁啊報導翻出嚟。咁啊，佢咧有講啊，因為喺一啲法會上邊啦，或者同啲傳媒有講啦，咁啊大家就要記得啦，喺2030年咧，咁喺泰國曼谷咧，係都會有一個水災好嚴重，直情咧係影響到咧即係市民嘅生計啊嚇，所有地區。咁其實佢有提到香港嘅喎。佢咧即係其實咧話低海洼沿海地區咧都有呢個水災問題，咁其實香港咧都係其中一個，不過咧最嚴重咧就唔係我哋啦嚇，咁我就講到咧預言到咧就話係呢個曼谷嘅呢個地方，即係泰國呢個地方，咁其實泰國水災咧我哋都唔係新聞嚟㗎啦嚇，都成日時有聽聞，咁啊因為佢嘅降雨量咧係可以突然之間喺幾個鐘頭入面咧係好誇張咁嘅犀利。咁佢加上佢哋嘅農田啦、排水啊，或者各樣嘅設施嘅配套咧，可能未必做得咁完善嘅時候咧，如果你幾個鐘頭一下子落咁大嘅雨咧，佢係即係承受唔到嘅排水嘅。咁其實而家龍坡曼克士拉咧就會提到咧，喺2030年咧就會有一個好
大嘅水災，係會影響曬我哋嗰啲人啦嚇咁樣咯。咁呢個咧，我就覺得都值得留意，因為我有提到香港嘛，咁樣我有機會可能會即係有啲水災，因為呢排都落雨啊。咁啊，因為咧好多喺泰國咧個政府官員啊、高官啊，其實都有即係膜拜呢個馬哈士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佢好釋出一個善意，就係佢提啲政府官員咯。啊，係咪？即係你仲有時間去籌備、準備，或者去提示、警醒我哋，就希望佢哋可能即係做一啲適當嘅安排，去預示呢件事。咁其實好多和尚咧，而家咧其實佢哋都有預言啊喺泰國。係。咁但係佢哋咧，因為高僧出家人，佢哋好少就話即係周圍同人講啊、公佈啊，可能佢只係講俾一啲比較近身嘅人啊，咁啊近身嘅人可能再傳出去咯。咁另外都有一個高僧啦，最近都係發生咗啲災禍啦，咁啊叫做古巴阿里亞查，咁我哋而家可以再提及下呢一位高僧咯。係，咁佢有啲咩特別嘅嘢咧？嚇，佢就唔係水災啦，佢咧就喺先嗰一個禮拜啦，咁啊今日拍攝，咁咧就佢個寺廟啦，咁啊大雄寶殿啊主殿嘅範圍咧，咁啊發生呢個火災啊，嚇，咁啊即係幾乎咧係即係已經完全燒毀咗佢嗰個大雄寶殿啦。咁啊古巴阿里亞查咧係一個泰北嘅師傅，因為叫得古巴通常咧泰北、清邁、清萊嗰邊嘅師傅，咁啊出產嘅即係出嘅聖物咧，全部都好靚。是很 colorful 啊，咁好唔同，即係一般和尚。好，因為佢好年輕啊，倒翻轉，佢好年輕嘅師傅嚟嘅，咁啊唔係好大年紀嘅，咁啊好熱衷於廟務啊，仲會周圍即係擴展廟務咁樣。咁佢咧就嗰、那個寺廟咧發生呢個大火，咁啊幾乎咧已經係燒毀咗。咁啊，好可惜啦，因為如果你話喺我哋拜神啊，或者係我哋啲泰國即係有信仰都清楚嘅古巴里查係好即係已經興起咗好多年嘅高僧嚟。雖然佢咁年輕，咁但係佢個寶殿你諗下已經即係損失係講緊十億八億嘅泰幣，咁啊已經好多神像啦，好靚嘅神像咧已經完全係燒毀，甚至乎有啲善信捐俾佢嘅神像啦，可能已經係祖先咧留落嚟嘅。咁啊，擺咗喺師傅嘅廟入邊，咁啊都完全燒毀咗。咁呢個就真係好可惜啦！聽到其實大家都好心痛嚇。咁但係咧，師傅當時咧就喺美國嚇，即係古巴咧就喺美國嗰度。咁啊，當徒弟咧係打俾佢嘅時候咧，佢好似已經預知到咧係有火災嚇，一啲都唔震驚啊嚇。咁啊就話只即係查詢咧有冇人受傷咧最緊要。佢啲唔會擔心，我燒咗我啲即係廟啊，我個財產或者我啲網上，我最緊要我廟入面啲沙嚟啊，我啲真人咧係平安無事。咁啊，慶幸啦，即係咁大嘅火咧，都係冇人受傷啊，完全廟入面嘅真人啊，成日都冇人受傷，亦都冇啲消防人員受傷。咁啊，都要成一日幾嘅時間先撲熄。咁啊，師傅咧，原來咧啲小沙尼咧接受訪問啦，新聞嘅訪問，佢話原來師傅臨去美國之前啦，離開之前千叮萬囑佢哋咧小心火災，淨係講呢樣嘢。咁啊咁啊小沙尼咁啊聽到，梗係我好啊，冇問題啊，師傅請你放心啦。咁啊，佢哋冇諗到咧，原來真係有。即係當師傅離開廟宇嘅時候咧，去咗美國時真係有火災發生，而且咧打俾師傅好似佢已經知道咗，佢就係擔心有冇啲即係人受傷咁樣咯。係。咁其實呢啲都係咧一啲高僧能夠預見未來或者去預知到可能有啲危險性嘅發生，咁佢會叮囑身邊嘅人，但係未必咧好似公告天下。哇！俾曬即係拍曬片話俾人聽，咁啊只有佢哋近身咧會師資做，咁我覺得都好好啊！如果龍坡馬克思啦，而家咁樣提醒一啲即係膜拜佢官員啊，或者係一啲高層啊咁樣，可以即係咧真係正視一下咧佢哋關於水災嘅問題啦。喂，嗱咁啊，老師啊，咁啊，緊有一啲恩皮嘅觀眾咧，即係佢都一定會嚇喺呢啲咁嘅位咧，佢就會講喂。不是一些那么大的事情是吧、可能那么啱得那么巧的啫是吧老师是吧这样。
咁所有嘢都係咁啱得咁巧，呢個世界就係所有嘢都係咁啱得咁巧，所以叫意外咯，同埋即係所以就叫做災禍咯。啊，咁其實咧喺我哋中國嚟講咧，就有好多玄學術數啦。係啊，咁其實好多可以計算到咧，即係一啲大嘅天然災害咧，係幾時會發生啦？又或者係咧即係我哋可能有即係好多系統啦，譬如圓空飛星啊，或者各樣咧，都可以計到咧我哋其實都有啲係水險啊，或者火險嘅。咁其實外國都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如果係高增嘅話咧，咁佢哋有機會咧，就係因為咧係即係有時我哋係佢哋靠打坐噶嘛。系啦，打坐嘅時候咧，念經嘅時候咧，有神嘅感召咧嚇，咁啊通知佢嗰下俾佢聽咧，佢哋可能會有啲畫面咧，佢出到嚟嘅，即係當佢打坐，佢又去到見到一啲未發生嘅話，好似就好似我哋咧，即係普通人，我哋好似發夢咁樣，咁啊見到呢啲畫面畫像咧，佢哋就會咧預知到呢件事。咁其次咧喺外國咧，咪大家都聽過啦，係關於呢個占星啊。咁占星咧都一樣咧，係即係可以預測到咧世界大事啦，好準確咁咧睇到邊一個方位啦，邊一個國家啦，係位於嗰個方位一個國家咧，咁啊會有啲咩嘅大事情發生？咁大家都即係如果有留意呢一方面嘅都有睇到。咁其實咧高僧咧都係有感同異曲同工之妙嘅嚇，咁佢哋可能會打坐嗰時感召到啦嚇，有啲畫面提示佢啦嚇，神咧會通知佢啊嚇，或者佛祖啊會。即係有啲提示俾佢哋啦，咁啊佢哋咧會有一個感應嘅，咁啊其次可能佢都係啦，即係其實你都唔好以為喎，其實咧高僧咧都有啲啊，可能咧啲即係占星啊，咁夜觀天象啊，咁因為我哋以前都係咁樣睇個天空咧，我哋就預測到未來啦，嚇幫皇上咧即係計到咧究竟嚟緊國家發生咩事，咁其實都係一樣咯。嗯 ，OK， 咁所以喂嗱，這個、呢個我覺得即係我哋大家咧密切仲要再繼續跟進嘅、又或者咧，即係希望嚟緊嘅時間咧，咁可以喺網上面咧，即係我又揾下多啲資料啊，咁到時啊再請教下老師好啊，係啊，咁而家好火紅啊，馬哈士啦，好一個法會咧有幾萬個人參加。但是排隊排幾日，去排幾日嘅。咁啊，而家我哋泰國有啲即係同事啦，你知道我哋有泰國同事，就話俾我哋聽咧，如果你要約見佢咧，係非常困難，接近冇咩機會啊，係啊。咁啊，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去了解多啲啊呢位高僧啦，同埋睇下呢個古巴阿里亞查啦，咁啊咁佢個資料啦，咁就係好可惜咧，就有啲已經燒毀咗，就已經唔會再復還啦。咁啊，大家可以睇翻相片。係 ，OK， 咁啊，哦，我知道好似都有呼籲，就係話有啲人即係大家捐廟啊，係嘛？係啊，咁但係呢個就大家要小心啊嚇。即係我明白大家好有善心啦，好有即係呢個即係感覺，佢哋火災燒咗佢哋嘅大雄寶殿啦，咁啊主殿啦係損失真係好嚴重，咁啊大家要認清楚啦嚇，即係如果你捐款嘅渠道咧，必須要係即係有信譽啦，又正確啦嚇，咁啊唔好話即係胡亂咧，因為你嘅善心咧就喺網上面搜尋一啲資料嚇，咁咧就。被一啲即係不法之徒咧乘虛而入啊，騙咗大家嘅善心咯嚇、因為我相信一定嘅一啲災禍咧，係會好多渠道都叫你捐款嘅，話捐俾高僧啊，捐俾我咁啊大家冷靜啲先，咁啊可以認清啲，了解更多你哋捐款嘅渠道啊，就唔好咁容易被騙啦，因為其實好多即係有信譽嘅佛牌商咧嚇，咁大家都有出嚟做呼籲啊！大家唔好咁衝動去要即係捐錢住，大家咧一定要有即係智慧去提防咧啲非法不法嘅之徒咧乘虛而入。咁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有信譽嘅佛牌商，我哋希望大家咧即係捐錢咧係冇問題嘅。咁當之我哋如果有機會安排到就安排，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唔係急於而家嘅嚇，咁亦都唔好立亂即係將你個善心善款咧，係俾啲你唔相熟嘅即係商人啊，或者朋友啊，幫你捐去呢啲寺廟咯嚇。咁認清楚，大家了解咯，冇問題嘅。
系 ，OK， 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啦，吓、啊，即系听真啊，宋老师嘅讲法啦，啊，唔好咧，即系造就有啲人咧，就系、是、行一啲不义之事啦。系啊，因为慢慢嚟，我哋好多佛牌相都呼吁大家，可以暂时冷静啲先，我哋有机会安排到会公布嘅。嗯 ，OK， 咁好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就不如同阿老师咧倾下咧，有一个话题咧，就是、我知道咧，都系喺深如阁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揾你哋咧，都会做嘅一件。是一件好事嚟嘅，就是捐官喎。系好啊，好，拜拜，拜拜。焦点视频开台已经踏入第五年啦，非常多谢大家对我哋嘅支持。我哋将会喺8月3日举行5周年嘅网聚，成个活动我哋会邀请好多位嘅开运专家、名人嘉宾同埋主播出席，同大家一起玩游戏、大合照同埋食晚餐嘅。嗱，详情如下，日期系2024年嘅8月3日，星期六嚟噶，时间系晚上6点至9点30。地点就是西九龙中心的7楼，而费用我们分两个，一个是398元基本，还有688元礼遇。礼遇级别可以确保入席一定是坐得比较前的位置，还有会得到活动福袋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焦点视频搞活动最喜欢就是人人带嘢走，年头开运show已经派了超过100份礼物了，今次台庆抽奖更加预了超过200份的礼物和现金奖送出去，保证人人又食又拎啊！记得扫右上角二维码立即了解和报名参加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